老板，嗯，这个水库是不是你的？这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这钓鱼要不要钱呐？我们这里不谈钱。不谈钱哦。还有这么好的事，那我也去钓一下。这里讲元。哦，谈元是吧？那也可以认识一下。200元。200元有什么鱼啊？我们这里鱼挺多的，但有两个鱼不能钓。哪两个鱼不能钓啊？鲢鳙跟底层鱼。还钓啥？这水里的鱼都被你排除完了，那我还能钓什么鱼啊？草鱼嘛，扁鱼嘛。我有草鱼和扁鱼啊。对。那可以，那这个草鱼扁鱼钓到了我能拿走吗？可以啊。都可以拿走。都可以。就只要是中上层除了鲢鳙之外其他的鱼都有效。对。那可以，那可以。那这200块就是钓多久嘞？8个小时。8个小时。那搞一下搞一下。那老板，如果我钓不到的话，你能退一半钱给我不？就不退嘛。不给你，不给你。老板，如果我一条都钓不到能送我一条。哎呦我的妈。这个老板太好笑了，我以为他跟我谈缘分，哎，结果他跟我整这一出。那今天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哦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来，倒上我的秘密配方夺味草，今天我酸掉他的草鱼。鲢鳙不给我钓，多搞一点刺激这个鱼开口，快速把鱼诱过来。来，快速搅拌。今天杆子嘞，我们就用个7米2的大综合汉鼎全能扇，配上这个6+5的线组，看到没有，这么长的直线，这就叫打行程，大小通杀，狗你！哎，我就喜欢这种硬气的老板，跟我谈缘是吧？来，就让你谈缘，钓这个草鱼啊，尤其是中上层的鱼哦，这个窝子不能停，一定要把这个鱼啊给打过来，这样我们才能达到连杆的状态。下去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我这里来鱼了，走，漂亮。这个是什么？第一条鱼我比较期待是什么鱼啊，因为第一条鱼是开张鱼。哎，开张鱼来了，下来。好像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大，前菜没关系，前菜小一点没关系哦。草鱼吗？这么猛的大哥回来。哎，本地的本地的草鱼，来，我们上来。哇，这条草鱼脾气不小了，你看。好，准备插。第一条开张鱼。好。起！喂喂，兄弟兄弟，哎！第一条开张鱼跑了。没关系，不能灰心。这第一条跑了就跑了，他既然来了一条，他肯定是一群一群来的。来，我们继续挑两个比较丰满一点的鱼，专挑它大的钓。你们看到没？我这个直线距离这么长啊，这个就叫钓两个水层的鱼哦。来，继续，走你，坐炮 ，biu 下去。好，窝子再来跟上个几粒，不能太多，知道为什么不？太多的话把这个鱼喂饱了它就不吃我们的饵了。好，一次就这样几粒就可以了啊。现在我们静静等，不出意外的话我这杆肯定要连杆。然后看我们这杆吃不吃啊，不吃我们就逗一下。钓这个草鱼啊，我们一定要用力逗，使劲逗，它不像钓鲢鳙一样的啊，因为怕那个饵料掉，所以得轻轻的逗。钓这个草鱼就使劲的逗，让这个鱼啊看到这个饵在动，它就会去追击它，然后就很爽快的给一口，这样它就吃我们的饵了。来，再逗。哎，逗的，哎，你看吧，我说逗一下它就来了，要使劲逗，知道没？哎，第二条，我自己好像有点不爽，我那个不能本地的本地的，哎，微微地，地主，哇，我怎么，哎呀我操，这个地主这么猛的，这个水库的鱼，大哥，哎，本地的，真的是本地的，回来，哎，我的妈，赶紧下来下来。不能小看这个鱼，这个鱼力气真的好大。哎，哇，看又一条草鱼了。来来来，抄。
看这个草鱼漂亮吧，如果我第一漂亮，它肯定能排上第二。漂亮，看金黄金黄的，这个色泽也漂亮，皮肤也美。哎，下货下货，老板说不能钓底层鱼，让我钓中层鱼。估计这个老板哦，他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打浮吧。嘿，来，接下来哦，有好戏看了，兄弟们继续走你。好，来，我们再补几粒窝下去，不能让这个鱼跑掉了，跑掉了我们再想办法把它聚过来就难了。又吃了，我说注意注意，哈哈，威廉法诞生，今天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威廉法啊，微微定给你盯住。哎，好，又搞一条，应该不出意外又是个草鱼哦。我有个外号叫什么？草鱼小公举，嘿嘿，下来，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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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坑，上微微定，定住，我的妈，嘿。哇，又是一条草鱼，超超，又一条，十个30多块钱，下货。哎，你看我钓了几条鱼，老板都来了，不管他，他来他的，我钓我的。哎，还谈圆不？走你！我估计现在老板哦，肠子都悔青了，跟我谈圆。我最喜欢就是人家跟我谈圆。来，窝子继续补上几粒，不能把鱼啊？要多少了呀？没几条，老板。要两没有啊？老板，我肯定是守规矩的，你不是说连营无效吗？我去叫他干啥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你看一下吧。你轻点，你轻点，你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我护怎么啦？鱼被连营哦。没有，我老板你轻点。没有，老板你这窝子都被你搅了，我还怎么钓了？你不轻一点行不？我的祖宗啊，轻点，轻点。你连营不能钓啊！我跟你说，掐住这些。那你放心了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说了不能钓就不能钓嘛，你把我鱼护放下去了，你这个我叫你圆你了。这个老板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注意注意，先接住了，接住了。哎呀，这个我说好像接住了，就是接住了，哇，神嘴呀！又来一条，七八几十条，又值个几十块钱。哎，来了，又来一条。哎，又吃又吃，再来又一条。走你，下去，继续。这个老板哦，一直盯在那里看，再这样掉下去哦，我都有点难为情。但是呢，我这个手呢，他又控制不住自己。来，不管了，继续，再来，走你。哎，掉下去。但凡这个老板哦，他稍微对我好一点，我都不至于这么狠狠的钓他的鱼，盘他。今天我们就使劲的盘。不要钓了，不要钓了！哎，我的杆子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我时间到了，我肯定不钓了嘛，老板快快帮我捞杆！我看你一条八九十斤的鱼了，这怎么办？两半收回去，走了三只杆子留给我噻，对不对？你帮我，你这样吧，你帮我把杆子捞回来，我不钓了，可以不？我没船儿。事出重要，难如履无为。帮不了你，我跟你讲。那好吧，那好吧，那我不钓了嘛，那我鱼我全部拿走了。啊，这个就回给我吧。做人做事儿，总是从容面对。多少钱呢？2块吧。老板，我不跟你谈钱，我跟你谈缘。两元。嘿嘿，来，老板帮忙抬一下啊。你说多少嘛？多少？这鱼反应带不走，吓到了，你杆子都收走了，我跟你讲。那这样子嘛。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再考虑我要不要回给你。啥问题啊？什么器官从出生到长大它都不会变大，是什么器官？啊？帮忙抬一下，你慢慢想啊。哎，我的妈！来帮忙，你慢慢想，慢慢。你这个老板，这格局也太小了。这怎么办呢？我的杆子，这怎么办呢？
你吧。是我呀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，不是，你真来了？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可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一千多公里跑过来的。真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就说你今天这里怎么掉吧。我这里一千二两个小时，我这鱼特别大。多大呀？小的100多斤，大的200多斤，怕你钓不了。大的有200多斤啊！啊，怕了吧？我不怕，就算你这里有300斤、500斤，我今天钓定了。肯定钓。我肯定钓。如果真能钓上来，我鱼白送给你。白送我？我对你的鱼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？你知道我鱼多少钱吗？这多少钱？5万多块钱一条。哦，5万块钱一条啊？这么贵呢？那行，可以。你说话能算数不？我算数，算数啊！但是有一点啊，啊，我这里不许帮忙钓鱼。你放心，我会找别人。还有一点，如果你被鱼拉进水里，我这里也不帮。拉过去了，老板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就你这小个行吗？这个老板啊，说我没用，只会钓3到50斤的小鱼，问我有没有本事来钓他这里的百斤大鱼。还说让他这里的鱼把我拉下去游泳。哎，好久没遇到这么嚣张的老板了啊！我1000多公里直接开车过来找他，就要看看今天到底是他这里的鱼收拾我，还是我收拾他这里的鱼。说心里话啊，这200斤的鱼我还是第一次钓，内心很紧张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钓上来啊。线主我直接上30拖20的线主，杆子的话我们就选用一个7米2的猛钩，战将无畏。来，希望的第一杆我们走起。好，下去了，我们把窝打一上，看看今天到底是他这里的鱼上来还是拉我下去。走你，喂饭了喂饭喽，快来快来，走你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屏息凝神，坐等打一上钩。喂喂喂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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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忍一下忍一下，哎，来了来了，我的个妈呀，这条鱼是多大呀，我的个天，老板快来帮我捞下杆子，杆子跑到那了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来我们赶紧过去去那边溜，走走走。现在这个兄弟啊，帮我摘条杆子，也不知道这个鱼还在不在，这条肯定很大。这鱼还在不在？在，啊，在，哎。等一下，钩子小心，钩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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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赶紧，炸！他已经完全带着我走了，我不能送。我说你不行吧，干脆就别钓了，回家吧。钓什么呀？就你这。不是，这老板，这个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啊，他直接拔河了，我一个刚那地方脚滑没踩住。我前面就跟你说了，我鱼大，你钓不了，刚才差一点掉坑里去吧。哎，我时间没到，我继续去钓。啊，老板你。坑里我真不管啊，你等着瞧。兄弟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个鱼啊是真的大。这会儿我又换了一个新的线主，这会儿要是再中鱼，我打死都不松手。来，我们继续，走你。biu， 好漂亮，一条直线。刚刚那杆大意了啊！现在我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一定要把这个大怪物给弄上来。来，脱掉一点，脱回来一点。好，再慢慢送出去。哎呦我的个妈，不行啊，可能是我刚刚那条大鱼哦炸了窝，现在半天都没动静，这样下去不行，肯定被老板盘，我们现在想办法去找鱼，不是等鱼，来走。来了，哇，又来了，哇，啊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
已经中鱼了。来，放下我。好，加油。这也太大了，大线都切了吧？你掉头牛啊！这到底是多大的鱼？这里面到底是有些什么怪物？这30号的线柱我都切了两副，浮漂都丢了两副。我现在决定去五金店买钢丝来钓它。这会如果还钓不上来，我以后决定不钓鱼了。走！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！老板，我又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今天准备了这个100号的大线，肯定不会再切线了。不是线的事儿，那是啥？你没发现是你人的事儿，是你不行。我不行，是你不行，你没发现吗？老板，你看这样子行不行？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也不给你1200个小时了，我给你3000块钱包贴。我钓到了，我马上就走；钓不到，我也不找你退钱。你看着，你这两天你说给我送了多少钱了？我真不好意思让你钓了，真的。你说你老钓，别人都说我欺负你。这两天这大老爷要没有大老爷们儿，你就进去了吧。你再说这两天你赚了多少钱？一定要钓，再给我最后一次。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倔呀？怎么？老师，你听我一下，我少给你3000块。你可别跟别人说我欺负你啊！我绝对不会。那个你还算数不？就我钓上来的那个鱼还是白送我。你永远都算数。这随时钓上来这一筐鱼都你，一塘鱼都是你的。行，好，小妹。钓不上来，条尾可真不对啊！啊，不对。还有，不许找人帮忙。你放心。你这这么倔呀？怎么你？我今天就算被这个鱼拉下去河里游泳，我都不会找别人帮忙了。走。是吗？不然那么啊，兄弟们，今天是第3天了啊，我都不知道切了多少副线柱，我连个鱼影子都没看到。第一次钓鱼钓得这么崩溃，如果今天我再钓不上来，我要把他这个鱼塘抽干，我倒要看看他这里的鱼究竟有多大。我先把漂调了。我又找到昨天那个渔具店老板啊，我说他那个20号的大力马还没有2-3个回合就给我切了。他今天跟我说让我用这个碳芯，这个啊大力马看着挺结实的啊。他说如果我用这个再钓不上来再切线，哎，他整个渔具店都送给我。行吧，我今天就再信他一回，我们就用这个碳芯大力马啊。杆子我们继续用这个1.2米的猛攻战将无畏，嘿嘿，我就不信今天钓不上来。走你。希望的第一杆 ，biu 下去，漂亮！好满杆，我吃了几次亏了，再拉回来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打个窝。这可不行啊！这我钓了2个小时了，一口都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不但老板要笑掉大牙，我怀疑兄弟们你们都要笑掉大牙。现在我们赶紧换位置去找鱼，而不是在这里等鱼，不然今天 BBQ。 好，赶紧换位置，走。兄弟们，你们看那个钓友的杆子都被划到中间了，被拖下水了。钓友小心啊！边划船边遛鱼，牛！兄弟们看到没有，不是我一个女孩子这样子，你们大男人也是这样的，还好意思笑我，半斤八两都是。这些有动作了吗？上来了，哎，上来了，顶上来了，哎，下去了，又下去了，哎，下去，再下去，再下去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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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哇，终于来了，哇，我去。来，控住了，这货真不能跑了吧？炸！你别笑，不是，打不住啊！我没有喊帮忙啊，兄弟。我以为你打不住啊，我帮你。好不容易等一条，老板他也说了不让帮忙的。平时钓的时候都是好几个人才能钓上来的，看你一个身体这么
设若怕你搞不上来，就会发你一下。没事没事，你也是好心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我这好不容易等一口，掉了好久了。来，兄弟们，这次是失误啊，我们继续来，还有机会。的老板总算说对了一回，这个线啊怎么拔河都不会切。嘿嘿，我站起来了，兄弟们，下来。好，现在控住了，我们赶紧站起来溜，往后退，不能等他再发力，我就控不住了。下来。上来，哎，不，上来，快！哇，这个比我人都要大，这个有没有200斤掉呀？哇，我的妈，终于上来了！兄弟们，我打了3天龟，原来是这么大的家伙在作祟啊！今天我终于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了。这条不低于180斤，具体多少斤我也没称，来，我一定要跟他合个影。我们给你出力，来，帮我出一下力，一二三，走。喂！啊！好遗憾，这条鱼我抱不动，我给你们大家比一下吧，看一下它具体有多大。来，跟我合个影，来，快快快！耶！3天了，我终于钓上来了，而且还破了我个人的百斤单尾最重记录。哇，太激动太开心了。我决定啊，我这条鱼拿去卖给那个什么小雀雀，能值个58,000。哈，我们去找老板。走，还对哦，大家还有什么钓巨物的地方记得告诉我，我立马可以出发的那种。好啦，大家喜欢可我的可以关注我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爷大妈出来鲤鱼了，不要钱。有人吗？哎，老板你好，这水库是你的吧？干嘛呢？你这养了鱼不？我养了鲶鱼跟草鱼啊，怎么了？我路过的，就是看你这个水库环境特别美呀，我想着你这钓下鱼可以不？我是不让钓的。不让钓的？啊，不让钓。哎，不，老板您先等一下吧。我给钱，你给多少钱？有人，我给多少？我在外面钓了，一般都是100块钱给我钓一天。100块钱？不钓不钓。哎，大哥，你过来嘛，
你看我也不会钓，我也钓不了多少，我钓不到也不会找你退钱，200行不行？你钓多久啊？钓多久？现在下午了嘛，我就钓一个下午。你这里面有很多翘嘴，你钓到翘嘴，你到时候帮我放掉行不行？你钓一下午。哦，就翘嘴不能钓是吧？嗯，不要钓，我才放呢。哦，才放的。对。那你这鲢鳙有多大呀？鲢鳙大概有大的有十几斤吧。你看你有没有本事能钓到？那行，那我去试一下。谢谢。就一下我。啊，好。哎，啊，你钱还没给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忘了忘了。那这个鱼钓到了，我可以拿走的吧？那就看你本事嘛，你钓到你拿走呗。啊，好，行。一包这个流连忘返，再配上他的好兄弟南北记，啊，满满一大盆，看这一大盆能钓老板今天多少鱼？老板心里肯定在想，哎，这姑娘白白的送我200块钱。前期啊，我们这饵料就捏成鸡蛋这么大小，先抽窝聚鱼，现煮我们直接上4+3，不够再换杆子哦。面对这么大的水面，就选用一个7米2的猛攻狂热全能。来，我们先把窝抽起来，今天要好好加油啦！走你，并下去，管他有鱼没鱼，抽！喂，动了一下，有动作了，来了！咦，我说吧，一中鱼了，哈哈，窝子里进了鱼啊！你看，咦，这个也不大嘛，来，往下来溜。控住了就下来溜啊！你不要看这个鱼哦，它小，它这个水库的鱼劲就是大，力气大。来，它那个嘴朝着我的方向来了，来给它抄了，来抄了抄了。这个是好鱼吗？是大胖头吗？啊？这好鱼。这个是好鱼啊。胖头最贵了。胖头贵啊！大哥，你喜欢钓鱼吗？看。你不钓，还是个正口啊！放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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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！别跑啊，马爷！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！哎哎，到嘴的鸭子差点飞了。大哥，帮我拿一下杆子。啊，帮我抄鱼上。谢谢大哥。抄鱼一点，你本来。哦，拿上来一点。你在这，你来后头就砸破了。哦，好好好。你一个人。哦，好的好的。这大哥。就是贵啊，就是这。这鱼很胖，听说都14块钱一斤，14块一斤啊？嗯，19块，19块啊？19，至少10块以上，13、14。哦，19块啊？一斤。啊，行，谢谢大哥啊。嗯。看，这个好鱼，这第一尾上来了。这个头长出来成最贵了，最贵。哦，这个头，哦，吃头都卖19块钱。这个头都卖10几块、20块。要不这条鱼送给你吧？啊。送给你，啊、没事啊，送给你啊。那还不了？嗯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这天天钓鱼，鱼吃不完的，啊、送给你吧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。哎呦！谢谢你给我抄鱼啊。哎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天天钓鱼，这个鱼也吃不完。对，那我这刚开张，这个我把我的开张鱼送给你了，大哥。哎呀，这没想到这第一尾鱼来的这么快，我就把我开张鱼就送给这个热心的大哥了啊！他帮我抄的鱼，来，我们继续看能不能钓大一点的。走你，大哥说这个花鲢啊值钱，就连一个头都有10多块钱一斤，那不得了喂！我要钓个10多条，我不把老板盘哭啊！来。来了，又来，呦呦呦呦，我不得了，不得了！看，刚刚我就怀疑啊，我锚了那么多，打不上来，
我把浮漂往下撸了一点点，马上就中鱼，肯定是个正口。嘿嘿，发现我现在钓鲢鳙的经验是越来越厉害了。哈哈，哎，不大不大啊，但是这个鱼形是相当的暴躁。哎，漂亮。又是个花鲢，我感觉这么小的鱼它都不配用抄我。来来来，还跑跑，不知道我是威猛小姐姐吗？看，是个正口啊，这应该值个50块啊。哎，看，本来回来是回了100块，刚送了50块钱给那个大哥，现在这50块钱我得留着。来，我下货。钓到没有啊？钓是钓到了，但是都是钓的小的，鲢鳙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了，我这里面有鲢鳙的，钓的小是你自己的原因。上一次他们来钓10几斤老大的。哦，别人钓的都是大的。对，你反正你先钓吧啊，反正那个钓到钓不到，那个钓费我肯定是退不了的啊。哎，这个老板他特意的过来打个招呼，这是怕我退钱吗？哈，哎呦，真的好玩，我就怕他待会找我扯皮。来，走你，表下去。咦，吃了吃了吃了，咦，来，漂亮，我又中鱼了，我这条大，这条大，我中，哇，哎，还好来了一条大的，我以为，哎呀，这话还没有说完就出水面了，看，这个不大就是大巧了吧？哎，虽然这里的鱼不大，但是多钓一点，照样能把老板盘哭，哼，继续。来了，走！哇，我这个条大，这条大，我这啊，哎呀，好不容易来条大的，还跑了，怎么这么可惜？哎呀，这个没控好，没控好。来，我们继续，再来，再来。是，果然是有大的啊！来，继续。哎，来了，再来一条，漂亮！哇，哎，哎。看这条，我现在发力吧，哇，我住了，我天哪，被我钓飞起来了，我的妈呀，这个鲢鳙是跟鲤鱼一样的，叫什么鲤跃门什么跳水啊，怎么说来着？来来来，我们下来钓，哇，这条鱼钓的漂亮，哇，你看它小小的，劲挺大的，来，哇，这条值钱了，哎，这个比前面的要大一点点。哎，来来来来，你看这一条啊，个体不大，脾气挺大，直接在遛鱼的时候把它钓飞起来了。哇，可以可以，这皮毛漂亮啊，差一点就有我好看了。来，赶紧下货，走你，这条漂亮，头又大，腿又大，来，我们继续。你点还点不大，我去，来了，我这个大，这个大，你。什么？我说这个怎么这么大毛重的？看，来超鱼，快！这个毛重的要小心啊！还跑还跑，这我不听话，上来吧！哎，来来，我用一下力。啊，哎呦，是个白鲢呐！哎，这个白鲢不值钱，下去，我们争取钓再大的。来，继续，走你！钓多少了，美女？啊？钓多少了？这里呢，就没钓多少。看看啊。啊、哦。哎呦，坏了！咋了，老板？钓这么多了？啊！你别钓了，别钓了，别钓了！不是，老板，你不要动。都是我家鱼苗啊，这只。这你别不是我钓的都是这么大的呀、啊！赶快别钓，别钓了！我跟你讲，我那个老头子马上回来，我那个老头子脾气不好，你马上走不掉。赶快收啊！行，那这么多鱼怎么办？要不我们送给这村里的那些老人家？走，我们去找个村口的位置，那里人应该会很多。大爷大妈出来领鱼喽，不要钱。大哥，哎，你好，大哥说你呢，来，吃鱼吗？我点这个的。啊，钓这个的？这我钓的，这水库钓的，你吃鱼吗？
吃吗？吃啊。吃啊。那你拿两条。拿两条给他。啊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不要钱给他。啊，不要钱，拿两条吧，来，拿去。啊。大哥，你也吃鱼啊？不要钱啊。不要钱，不要钱，送给你的。啊，拿两条去。好。啊啊。啊，不客气。阿姨，你要鱼吗？要。你拿两条去吃。啊。拿小的，没事没事，就拿这个大的。我不要大的，我要那小的。啊，要小的，小的好吃点是吧？这阿姨等货啊。不是。啊，不是。两个吧，两个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阿姨，过来呀，这送你鱼吃吗？您吃鱼不？过来，免费领鱼，不要钱。不要钱都不要吗？不要。哎，不，这个送白送都没人敢要，什么情况？这几个阿姨和大哥，这拿完鱼就没人要了。这看来我送鱼都送不出去，我以后怎么卖鱼啊？不行，我这等也等不来，我找人去吧。走，我们拿着鱼去找，看找到谁就送谁。走。我的个妈呀，这个是卖送鱼都这么难送出去，我以后怎么卖鱼啊？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再见。你记得我发不出发不出来。哎，老板。哎，老板又过来了。我昨天是意外，我今天一定要钓到你的巨物，我钓不到我是不会走的。算了吧，这么热的天，这么小个的女孩子没力气，不要钓。不是老板，我今天我做足了充分的准备的，我你看我带了个帮手。你不一样吗？都是女孩子，有啥用啊？老板，你是不是很看不上我们女孩子钓鱼啊？你不要看我们俩瘦，我们俩浑身是肌肉。我们两个都钓过大鱼的。相信。那老板这样行不行？你看我钱我照样给你，我钓不到我不会找你退一分钱，行不行？那你非得钓可以的、啊、那付两个人的钱。啊，不是老板，我不钓，我杆子都没拿，我这是帮他。他不下杆，我们用一个杆。陪着你一起的，就是钓了呀，进去的都要收的。我装备都没有准备的呀。没准备两个人，我谁知道你钓不钓的？在那个弯里、啊、我又看不见。好，没事没事，老板，两个人就两个人，我试一下。老板，你不后悔啊？如果我们两个钓多了，你也不扯皮啊？绝对不会的，就怕你钓不到了。等下又来吧，扫过去了，两个人。好，走。我昨天在这里打了个重窝下去啊，今天一大早就接到钓友给我打的电话，说我的窝子前方出现了巨物炸水呀、啊！我一大早就赶过来了，今天还带了一个帮手过来。今天就是我展现真正的钓技的时刻了，来，我们再继续补点窝下去，还是开这一包炒青蛙啊，这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粗颗粒啊，这大青大炒特别爱吃。来，今天我就凑这50+的去，现组直接上14+12，继续8米1的猛攻突击脸，来，抛出希望的第一杆，走你 ，biu 下去，漂亮。现在我们就屏息凝神，这的大鱼上钩。莫阳，有没有信心？非常好了，加油！我来了！不是大的，不是大的！我就兄弟们，我
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两天了终于进窝了，我总算看到一点希望了。现在我换了一个大的线组，我们继续守，来走你溜下去吧。啊，因为我选的这个位置啊是斜坡，打出去之后我们必须要挑一下给它带回来一点，不然的话永远到不了底。喂，接口了，接口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这么大的鱼了，我去，哇，这什么什么鱼？青鱼吗？应该不是。翘嘴？不知道。哇，这接口接的直接拖我干了。我去，来来来，磨牙起干，起干磨牙。哎，哇，这下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大，磨牙，磨牙。我住，我住，我住。拿回来。哎，还没出水面。你慢慢，你慢慢溜它。直接拖干了。那应该不是翘嘴。啊，不像翘嘴，不像，我现在还没出水面，来，我上了。除非特别大的翘嘴。哇，我到现在还没出水面，兄弟们，好不好奇这条是什么鱼？直接拖杆把我的杆拉得颤抖。颤抖。哇，我这个耐力挺久的，你看，哇，还在动，还在动，还不上来。咦，又发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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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又在抖我的杆，什么情况？我今天一定要揭开他这个神秘的面纱啊，看看这一尾是什么鱼。大事不是很大，但是这个冲劲很猛啊，耐力很久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鱼。哎，出来！哇，青鱼！青鱼吗？我看到是青鱼。梦瑶，快来抄网，抄网，抄抄来了，来，我上来，我上来的，来，快抄鱼！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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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快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，哎、别翻滚，别翻滚，我来来抄，有你，好了，好了吧？啊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哎，上来，我操！哎哎哎哎哎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兄弟们，看，哇，守了两天了，终于来了一条，不是很大。但是也还可以，啊！来，那赶紧给他下货，漂亮吧，梦瑶？漂亮。我们合作是真的愉快呀，咱俩就得这个，以后咱俩组队。哇！点赞，放货嘞！赶紧下货，这一位可以哇！走，哎，你先在里面反省一下啊，我去钓你的爷爷和奶奶。啊、好开心啊，来我们继续。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的，有小就有大，来我们继续。谁来帮帮我啊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今天又是从早上太阳升起钓到这个太阳落下，还是没有钓到钓友口中所说的这种真正的这种门板一样大的巨窝，就钓了几条这种小卡拉蜜。或者你们谁认为自己钓鱼啊，钓这个大物啊擅长的，也赶紧告诉我，来帮帮我，快点！不要，天黑了回去吧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蛋。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！200块钱你钓了2000多斤鱼嘞，蛋我哪吃了3块钱呢？我上一老下一小的，我容易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就是你这个鱼塘卖鱼是吧？我这个塘今天不卖了嘞。哎，怎么不卖了呢？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你怎么变化了呢？昨天说卖，今天情况有变呐，卖不了啊！炸！不是，老板，你这是说好的，你这人怎么那么不靠谱？你带我来收鱼，大老远的，怎么又不卖了？不是，还等着开摊呢。不是大哥，你先不要紧，你先不要紧，我再跟老板商量一下，好吧？你先不要紧。大哥，啊、你是吧？我人都带过来了，你给我一点面子，不然我这脸都往哪里放啊？是不是？你昨天自己也说了的，你说你这边卖，我特意帮你做生意是吧？拉了个人过来买你这鱼，你说不卖了就不卖了。那不关我的事啊，因为我不是在为了你一个人要100斤鱼，我这那用的网拉呀，是不是？那把我鱼都拉货拉死了，怎么办？是不是？
那这样，大哥行不行？我也不要你拉网拉，你让我钓一下可以不？我钓一下。哎，我钓多少？我自己卖给他。现在几点钟啊？下午了嘛，四点左右。这样吧，好吧，那你我看你把营业都带来了，我也想让你好下台是吧？下海鱼台一下。这样吧，你钓两个小时，你说你多少钱？好吧。两个小时。啊。100块钱吧，100块钱，你开玩笑吧？我这里面都是这么大的鲶鱼，100块钱你钓一条我都不会拿100块钱。不敢不敢不敢，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那你说多少钱嘛？你这样吧，好吧，钓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你钓多少都是你的，好吧？两个小时钓多少？200块钱，两个小时。这真的是有这么大的鲶鱼了？都是这么大的啊，没有小的。那行，那我跟这个大哥再商量一下。好，大哥你等一下。大哥，你也听到了是吧？给老板200块钱，我给你钓。谁给？你给。什么？你开玩笑了吧？我来收鱼的，不是来给你付钓费的。你真有意思，你这人太不靠谱了。那行，我自己付，我付。太好了啊！200，一分钟都不能多加了。不得加，我这么大的鱼。钓多了不亏了。那钓多少是不是都归我吗？都是你的。那行，那有大哥这句话就可以。那200块啊，200块扫过去。好嘞。那大哥，那我们去钓了。那钓多少我都卖给你，你好开摊了，好吧？走吧，我还等着开摊呢。啊，走去钓。大哥，你一般几点钟开摊？我一般5点就开摊了，抓紧去钓吧，又没时间了，菜市场都没人了。大哥，你不要急，这个事包在我身上。回去吧。我去。第一次钓鱼钓得这么有压力，哎，你说万一我大过一条都钓不到，那整的这个大哥大老远过来的，摊都开不了。不管了，先把饵开了，一包榴莲忘返啊。这个饵料物化速度比较快，这个花鲢比较爱吃。老板说他这里很多大花鲢呐，钓底层鱼我们今天肯定是来不及的。你看这个大哥还在这里等着我的鱼开摊呢，今天可不能让他做不成生意啊。所以我直接配7+5的线组拿捏他这里的大的杆子的话，我们选用一个汉鼎新出的这个鲢鱼魂7.2米的。我也想看看这个杆子的极限在哪里啊。来，我们前期先凑窝 ，biu 走你。好，你别说这杆子还挺好抛，浮漂一到位我们就抽。管他有鱼没鱼，先把窝抽起来。好，继续。走你。哎，来口了。哎，吃，来了。走，漂亮。嘿嘿。我这，哇，我不行。我大哥上鱼了。我这个大不大？大的，这就是大的，好大，20斤肯定是有的。哇、哦，等一下，没有那么快了，大哥，你别急着。哎呀，我的靠！我妈呀！我天哪！哎呀，还不能吃，等一会儿。哎，等等，哎，你跟老板是一伙的吗？你还想不想卖鱼了？哇，兄弟们，看我这杆子的弧度，我去，那快成一个半圆了。这杆子回鱼挺轻松的啊，腰力挺强劲的。看，不要再发力了，再发力要缺线了。哎，大哥，我，走，哇，看我这杆子颤抖的，我走，啊，不行，来，大哥。快，我顶不住了，快抽！哎呀，真的好大，这么大！哇，不要抄屁股，不要抄尾巴，抄头。好。哎，好。哎，我来了。哎呀，哇，天哪！哎、不得了！哎、我这大哥，大哥，这值不值钱？这个好。这个好赚了、哎。太大了，这个。那、哎、值钱吗？哎、这个可赚了。这大哥一看到鱼大，这个嘴都合不拢。哎呀，来，大哥给你。好，你继续钓，你快点啊！啊，好，一会儿得开后方部去了。啊，好嘞。这个大哥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？这个鱼啊还是我的呢，他想要还得看我卖多少钱。来，我们继续，看来我今天要赚翻了，兄弟们，来，然后下去吧。不带点那么大的啊！
是我，我的妈呀！大哥，大哥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差一点点就接下来了，大哥开心吗？哇！哎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！大哥小心！好大呀！好大是吧？那头好大呀！哎！哎呦！这地方比上边还要大，这估计一家十口人都吃不完。那么大力气，来吃啊！哎呀，哎，大哥，快给我！比我人还要大，我天哪！大哥，来给你。哎呀，小心小心！哇，这条真是大。你快去钓吧，你快去快去。好好，开汤冷了，快去。好，还要这么大的。你看。这大哥现在看到了鱼，哎，他嘴都笑得合不拢。那会没看到鱼的时候，那个脸拉的。来，我们继续，这钓的太过瘾了。大哥，哎，我有个问题一直很好奇。你说你们在菜市场卖鱼啊，那个大的贵一点还是小的贵一点呢？当然是大的贵了。哦，大的贵一点。啊、那行，那我给多给你钓两条大的。对，钓条大的。走你，彪。喂，哎，吃了来了，不可以！我的个妈，第三条了！你们小声一点，咱老板听到就不好了。这200块钱钓他将近100斤的鱼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鱼我算是钓明白了，前面不冲，哎，我们马上往下带。趁他还没注意，微微定，微微定都不管用的嘛，微微定，微微定，我这，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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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，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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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跑了，不能再跑了，再跑切线了，啊，回去，回去。哎呀呀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啊，大哥，本地的，本地的，我本地的，哎，你穿这服怎么样？哎，没力气了，我的个妈，这条好大，大哥，哎，等一下，控住了，再往后带，小心，小心，千万不能超跑了，这条值不少钱呢，小心，小心，大哥，你来拿鱼竿，你来拿，你来拿。我来，这条太大了，你弄不来。来，我拿竿子。等一下，又发力了，等一下。我的个妈呀，他这个鱼力气怎么这么多？哇，这么大！哎呀，天哪！大哥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快跳冲，跳冲！大哥，跳冲，跳冲，跳冲！啊，跳冲，跳冲！哎呀，哇！天哪！哎，哇！哎呀，来啥？哇，这条什么情况？越钓越大。果然啊，这个老板一看就实在人，说他这里的鱼这么大，就这么大。来，我们先给他取钩子。等一下，哇，看他的嘴，你看这个嘴，等一下，大哥别急，这个嘴比我的嘴还要大啊！来，大哥给你，我继续。给我，来。你赶紧，我帮你，快去的。行行行，大哥，这激动的无与伦比了，不是无与，你看有句话怎么说了？无与无伦次了，不是？算下多少钱？你不要鱼了吗？不要了，够了够了。啊，这四条就够了吧？够了，回去着急。那你说那值多少钱呢，大哥？不就给老板200块钱吗？啊，对呀。我给你400。400是不是有点少啊，大哥？不少了，不少了。这200是给你的辛苦费，你也不容易。来吧，来吧，快给你吧，我着急回去了。那行吧，行吧，也不好意思弄的，大哥。好了，那行。哟，干了我这么多啊？那、哎、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个收鱼的。啊，这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不能走。怎么钓了个这么多鱼呢？那不行呢，你200块钱钓了我2000多块钱的鱼，这我哪吃得这个亏钱呢？我上也老下也小，你看我容易吗？那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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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走了我直接找你。不是，老板，这不是说好了的吗？那不行，那我太亏大了，我亏大了，我哪吃的这个亏钱呢？我那不行不行不行。你吃不了这个亏是吧？
你钓了这么多两千多块钱的鱼，这我哪行呢？受不了啊！不是，那老板你自己昨天是不是算好了？你这个是个卖鱼对不对？我把人拉过来了，你现在又反悔，又扯了扯皮。谁是让你钓这么多呢？哎，那行啊，碰到你我也没办法，老板。那这样子，大家今天都吃了点亏，我再补你500块钱吧。500块钱了？啊，来来，500块钱给你吧，好吧？大家都吃一点亏。算了，还是遇到你真的没办法。以后啊，这以后我再多给你介绍点人来买鱼，好不好？行。